搁一夜。人生亲像是电影，一幕一幕啊看，行过路无着的风景，有时精彩，有时假假的惊吓。新的故乡，一笑搁一笑，人生悲欢岁月，何必盘算过岭？有时爬行，有时轻松路行，一步一脚印，拢爱小心稳稳啊行。突然间发现，做要三十年的翁阿婆，原来还是会行无同款的路，是啥物原因呢？想着较早真艰苦的时阵，颠倒有强壮的目标会当打拼，啊，即马钱赚着啊，人的心就变啊，敢讲？这就是人性。哎，红兵啊，啊，你即马看了是感觉安怎？歹势啦，我今日来吼，就专工要甲你讲，我决定无要投资啊啦。嗯，啊，你顶出来遮看是，毋是还阁是有兴趣的吗？煞毋知吼，听某嘴大富贵啦，啊，阮肯定就买我投资者。我再讲，我還有另外一个工课吼，真重要。真重要？开玩笑，有什么工课？比咱这个投资还搁较重要。啊，你顶下嘛看过啊，向上环保站呐、啊。向上环保站？还在生气哦？啊，是的啦。啊，你嘛知我这个人，心肝袂歹，就歹这支嘴啊。好啦，别再生气啦。我想有啥物贵重的珠宝咧，还有够些种唔值钱的金珠啊！原来你爱拿宝酒，你著较早讲的啊！紧安尼哦，我著拍一卡拿宝酒的手指予你。
妈，行啦，行啦。哎呦，啊，稍等下啦，啊，恁哥哥。哎呦，你要等啥啦？我看你顾店顾到这忝着。行啦，咱来出去洗洗，好不？行啦，来来来，请。较早吼，我逐天拢食红豆饼，啊嘛足久无食，足怀念这个滋味的啦。阿姐你好，三个红豆饼。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小伟啊，阿你要食无？嗯，我唔买，你食。还想讲要吃红豆饼，怀念一下，即马煞无啊！我带你去看医生好无？先莫讲哦，那不就？介绍好像不在调呢，刚想要找一个酱油较大量找。妈，你还好吧？甘小维说你一定要跟爸讲了，脚上的事小，生命的事可不能隐瞒哎。没有那么严重啦，不用大惊小怪。什么大惊小怪？你是我们家支柱呢，支柱要是倒了，这个家怎么办呢？啊，我呀，你这俩字哪有可能是支柱啊？要也是你爸爸才是支柱啊！妈，问题啦。所以啊，这件事你一定要跟爸讲。爸。啊，哪样啦？哎，啊，你看哪样啦？无什么代志啦，就为着要买这啦，我说你去跋倒。只说了一半，还有更严重的。更加严重的。无什么严重的啦，医生讲哦，糖尿病啦，啊，吃药控制就好，没有代志啦。糖尿病哦，安尼侬一世人吃药控制安尼？啊，家家就是食药啊嘛，啊，至少吼，这有药医啦，啊，毋是绝症啊。啊，家家就是药啊，食比你搁较济，比你搁较早走啦。妈，你哪安尼讲啦？人生哦，尾啊嘛是目睭客客啦。吼，拢在害啦！我吼平常时红豆饼卖你食，食伤济要散掉。妈。你是在创啥？爸，你真会看花，又不是吃一粒红糯米就会得糖尿病。对了对了，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啦。安尼，后摆饮食控制真重要呢。若真正袂食物件，咱就莫食迄。嘿啦。莫搁生气啊啦！来啦。阿妹呐。免啦免啦，妈。爸。爸。我又哪里讲错了？妈讲伊买红豆饼是为着买一个怀念。爸，你敢知伊咧怀念啥？嗯，我知。你去看一下妈。乔啊，乔啊，还搁咧生气哦？啊，医生啥呾讲啦？敢莫食真侪药控制？啊，无安尼啦，明仔载
我搁载你来其他医院检查，咱看其他医生安怎讲，好无？啊，前几工才讲，希望我当甲你做去做志工，做去修行。啊，你身体若无顾好，想要去啊？唔知我即马想通啊，你阁唔睬我？真是的，你真是要甲我同齐去修行？当然啦、啊，是的啦。其实我真惊失去你呢，我嘛真希望讲，家己当代替你去得到这个镜头。啊，搁有啦，我当家己身体无好，三不五时就了你生气。我一定会改啦，后摆我拢听你的啦，好无？啊，你是安怎啦？啊，你安尼哭啦？我是要讲唔着啥啦？你若是想要吃红豆饼吼，我明仔来买予你，好无？嗯。啊，你是安怎啦？啊，咱一来哭一来笑，啊，这是什么镜头啦？嗯，好啦，莫安尼啦，好啦，你要吃红豆饼，我就买给你吃就好啊。哦，你咧镜头严重啊嘿，又搁哭又搁笑，够奇怪啊。爸爸是怕你怕到起笑的，才不是耶，爸爸是爱你爱到笑起来。妈妈，你看爸爸也是很浪漫啊。哎，这个是给你们的哦，来，对吧？给你。哦。这哦，早顿拢为你传的啊，袂伤甜，佮袂伤油，佮兼顾营养。那这些红豆米嘞，吃掉这些可就破功了呢。啊，你想爸唔知哦，这我特别去订的呢。我叫咱隔壁人咧做红豆饼做个啊，嗯，唔若袂伤甜，还佫无滴油，你吼加减食外袂要紧。好，爸爸真正足有心呢。后摆你若要嫁人吼，我来摕上百种就对啊啦。当然啦，爸爸，若找无我就莫嫁。哦，即句话吼，莫讲了伤早啦。哎、欸，是讲吼，你嘛假敖呢，唔免遐尼高工啦。你若知影我爱食红豆饼，你根本就无了解我。哦，爸爸拍错马屁了。妈不吃，我们吃。好啦。哎，恁食不完的，俺留一块恁妈。对啊，啊你无讲，我要哪会了解啦？嗯，这是我的秘密，是安怎要甲你讲？哦，原来妈妈有秘密哦，连爸爸都不知道哎。好笑吗？嗯，恁拢唔来讲哦，拿人手软呢。啊，你无甲我斗讲，就全部搞破坏。爸这样子做就对了啦，对妈妈就是要温柔一点，体贴一点啊。嗯，对对对，温柔哈、哦，来，呀，来来来，我给你吃。妹，我没关系，我可以吃就好。哦，囡仔在家你们较健康，你到底吃？哎，大家紧吃吃，啊，等下哦，紧去顾店哈。好。这样，我袂伤心啦，你吃看嘛。好食吼、哦，我拢来尽当尽的啊。哎呦，你在看册哦？真正是天要落红雨安尼吼。嗯。我甲你做风胎咧，我甲你讲啦，为即马开始哦，我要加读一寡册来培养家己气质啦。哎呦，我敢有听唔到？
你阿斌啊呢？斌哥呢？莫安尼啦，我想通啊啦。嗯。我无阁想要做钱的奴才啊，我想讲吼，要加把握一寡时间来做较有意义的代志。啊，是啥物人遐尼厉害啊？会用改变你的想法？我之前吼是有嘴讲甲无烂的，你拢无甲我信到。啊，都前几工啊啦，我看到坤海还搁咧捐钱啊。伊个毋若木头无加一个，看我真快乐呢。啊，搁哦，伊甲我讲吼，人若有三顿通食，日子会当过吼，安尼就用个啊。你看有输人钦佩无？那呢？你有啥物想法？看你安尼哦，我算有一个感悟啦。钱虽然讲真重要，也毋过你若家会晓趁钱，袂晓用，同款是钱的奴才啊，日子也无比人较快乐啊。嗯。啊，你有啥物拍算？我毋只想讲，要利用时间吼，加学习一寡，看卖要安怎有家己人生过搁较有意义的啦。啊，你毋是讲要招我去做志工，做个修行？真实的哦，你决定啊？嗯。啊，那安尼金金要安怎？我著放互咱的四世纪母啊。你放会落？啊，你早著放手，我搁六条条要从啥啦？卡叔讲吼。人杰，若真正要甲金金改做为师，啊，落去改啊，无少年啊，拼就敢命个。对啦，啊，你之前拢读迄个词句要讲互我听，嗯，啊，我这篇还看几波啊啦，来来来，你读我听较紧。我读互你听，嗯，你别阁困去哦。袂啦，即摆袂啊啦，啊，结果是讲目睭客气尔啦。啊，你放心啦，我袂困啦，你著继续读我互你听啦。紧啦，紧啦。你要听英文，还是国语，还是台语，还是日语？较认真的啦，我要学习啊你。哦。紧啦。年近四十，个子娇小的谢慧芬全身充满能量，她总是勇于承担。对啊，你这吼面床拢伤过旧啊，较早补过，即马拗到差不多啊，一定爱换。哈，是啊，是啊。你放心啦，那书底啊吼，面床啊换好啊，妥当的。哎，车都下哦，这个搬边啊，哎，哦。哇，迄几领衫要送你哦，你看，这款式的。哇，即卖热天哦，较热，啊，穿这哦，拢会足舒适哦。啊，佮有这领，这花布的，这领衫，有水无？这穿起来足凉的哦，来。甲你比看卖咧，哇，安尼足水个哦！我甲你换起，阿斌啊！多谢啦！即阵啊吼，若无恁讲师姐斗三工吼，我无可能去做志工。哎，那是说啥物多谢啦？迄是你家己吼真发心，啊，阮吼是伫边仔甲你看头看尾尔。坤海师兄，好佳哉有你呢！阮阿斌吼即摆足知影知足感恩嘞。安尼好啊！实在吼，是阮来感谢你啦。你哦，为阮阿斌啊做足济代志的呢，若毋是你哦，吼，伊即马哦，可能无法度看好开哦。吼，有影哦，我有遮厉害，敢有？有啦，有啦。哎，阿斌啊，等下等下，这青草茶哦，我特别兴的，啊，你一罐给坤海师兄。天气遐尼热哦，爱加补充一寡水分呐，安尼较袂着痧，哈。伊哦，嘛毋知有较好无啦。早起我听咧讲，因四姐嘛感冒，还讲要带去医生看。啊，无，你要先敲电话看卖无？我敲看卖啊。
哎，我过去提物件啊。较早电话响的时阵，坤海师兄就已经穿好整齐，徛在电话边啊，等阿斌开环保车来甲载。啊，不过一届，伊永远袂阁出现啊。哥，哥，嗨，我先来啊。哦。坤太啊，你放心啦，恁叔仔啊，坤太个到照顾。上面想要加一个细的看板啊，两个看板挂做伙，安尼不是真趣味。现在是维斯珠宝，以前是金晶银楼，招牌这样挂，旧客人不会跑掉，新客人又会好奇，是吧？拜拜拜拜。看到阿斌啊，专心伫个学电脑，就想起伊十八岁的时阵，嘛是遮尔啊认真。这三十年来，一点啊就拢无变。要回去啊？你无想要倒，还是你想要倒留留啊再来？你毋是讲想要知影我的秘密？好啊，行。安老板，哎，秋哥你来哦、喔。我今仔日哦特别找阮翁哦来吃你的红豆饼。哦，欢迎欢迎。哎，我可是头一天看到伊呢。秋哥啊，你甲翁婿藏得足好个哦、喔。我哪有藏啦？我只是歹势带伊出来。啊，即马哪会袂歹势？啊！伯啊，你好，我是阿斌啦。啊，算唔来讲较早吼，我生到较歹人面啊。啊吼，迄习惯阁无好，所以阮叫啊吼，唔敢甲我带出来。多谢。小菊啊，你这人若保重吼，确实足有价值的哦。你们若拢好啊，而且阁过得足好诶。还是讲，你哪会无爱甲若保重挂出来阿伯看卖者啊？翁老伯，我有炸出来呢，我全部吼拢有炸出来哦。啊，我炸出来，我哪会拢无看到哈？翁老伯啊，我的拿宝奖吼足特别的，而且吼无同款哦，你看好哦，你看。哪有水无？哦，赞赞赞赞！你甲看，你穿安尼规身躯的哪，真正是有水有赞。翁老伯啊，我偷偷甲你讲哦，我还佫有炸另外一卡，佫较大、佫较难得、佫较珍贵的拿宝石，坐伫遐。这辆拿宝奖哦，足罕得的哦！伊哦是我用三十年哦，哎，款款啊粒，啊慢慢啊雕雕出来，你讲有珍贵无？确实有影足珍贵的。这几年哦，你的红豆饼我无白吃的哦，我是哦愈吃愈有智慧。吃红豆饼生智慧哦！咱早知你加买一罐红豆饼吼，等于找我甲囡仔吃，还是讲即马吃够好？小菊啊，你这人拿宝石，唔那罕得，确实有影有够珍贵的啦。哇，这真正足水的呢。菊啊，我有代志要甲你讲啊。
有什么代志啊？你哪遐认真啊？哦，啊，你表情这认真着，我是要怎讲会出来啦？啊，是啥物代志？你唔着讲。啊，都，你之前不是有问我一个问题？我问你一个问题。你袂记啊？哦，害我一直藏在心肝底，还足碍用的呢。啊，是啥物问题啦？啊，都，你之前是问我讲，我当初哪会娶你？我认袂出来有无？这问题哦、喔，你唔是有讲过啊？讲啥物？我看起安尼戆戆呆呆啊，啊，足好骗的。啊，上重要的是哦、喔，你着欠我钱啊，啊，无才调通好用，唔才娶我，敢毋是？一开始是安尼，无唔对啦。啊，不过哦，我要来甲想想的吼、喔，咱结婚的二三十年来，我真正真好运的去娶到你。若不是你这么有耐心哦，在边仔甲陪伴啊照顾，参像我这得家啊成的人，即马哪有可能这么啊正人？啊，你即马知影吼？你看你即马安尼，哦，真正是一表人才。啊，我唔只敢讲，这第二来，我亏欠你真济。啊，所以咧？啊，你之前咪讲你要拿保酒，我想讲要亲手泡你啊。拿保？你要亲手泡我？对啊，你较早唔就甲我讨价，啊！你咧破病的时阵，我嘛讲要予你啊，敢讲你袂记啊？我家己讲的话，我哪会袂记？啊！尾仔你啥拢无甲我讨啊？因为吼，我已经有拿保啊。你无看我规三橱的衫哦，拢是朱姐姐吼，迄拢是吼上水的拿保啊。感觉迄个拿宝吼，我穿起来足水，足有气质嘞。有迄个拿宝了吼，我的人生吼拢无同款啊呢。我感觉足幸福，足美满的。你讲，安尼我感觉，我感觉需要你亲手拍的拿宝。原来你咧讲的拿宝，唔是一般的拿宝。嗯，我这人拿宝是毋是足珍贵，足有价值的。大家好。好久不见，大家好。小凤变漂亮喽。谢谢会计师夸奖。好，你们忙，你们忙，继续。哎，坐。今年不见，我们会计师看起来跟过去不一样，比较没有那么严肃了。哎，哦，一套账哦，就去甲志军师姐到三港传点心啦。哦，真好啊。今仔日哦，本来因刚叶师兄就为纽西兰回来，听讲有分享哦，真感动。是啊，我敢那会记得几年前有看过伊呢。敢有？我拢无印象。迄叶师兄真正足有名的呢，听讲伊是补教界的名师哦，啊嘛是一间迄会计师事务所的大头家。哇，这厉害啊！啊，伊哪会记到纽西兰？我知，啊，就是厉害，唔只来听伊演讲。啊，好啊，无咱进来无哦，时间才迟到。好啦。嗯。钟啊，你确定是要看这些文件哦？才刚回来哦，要不要多休息一下？放心，我调整得很好，没有时差。好啊，不然，再过两个小时你的演讲就要开始了，我先载你过去好不好？哼，看这些文件花不了我一个小时的。啊，不要多一点时间再做一下准备吗？你忘了我是靠什么吃饭的？这张嘴。哦，
嘛对啦，无安尼啦，我先来去环保站吼，甲光耀斗相共啦，哈。嗯，好。哎，对对。嗯。别忘了把我纽西兰照片放进去，要播出来了。在啦，你哦已经交代过你儿子好几遍了，叶师兄。啊，我先过去啦。好。小薇啊。嘿，志军师姐。小薇，我买一点心吼，可能无够哦，啊，无你再去买一罐好不好？好。光耀啊，啊你这边拢准备好势啊？差不多啊啦。哦。也毋过，是安怎啦？这敢怪怪嘞。哈？敢若无电啊？爱去买电池。哈？无电哦？啊，那这当初在咧无电呐？啊，安尼卡电敢袂袂赴哈？诶，那无你就去买向我倒摆，载我去较紧。哦，找我倒摆哦。啊，好好好，我来去找吼。哎、欸，谢谢。哎，桂美师姐，哎呀，志勋师姐啊，歹势啦，啊，阮头拄仔咧准备物件的时阵吼，发现讲迄电池拄仔好无电呐，想讲唔知啊，你拄仔好有人会来甲我斗相共的无？好啊好啊，无跟我。志勋师姐，你要点心来了。哦。嗯，安、啊、你好了没啦？嗯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是怕你忘记时间呐。哦，不要紧张啦，我有注意到啦。哎呦，快啦！走吧。好，走走走。欢迎光临。哎哎，阿玲姐，我多想拢无。哦，安尼布袋了袂歹啦吼。阿光耀咧。啊，我头拄仔叫伊去买物件，应该随转来啊。哦，妈。哎，电池买着啊。好，来，先给我。啊，你先去无用啦，吼。好。各位师兄师姐，大家好，我是颜志忠。好，非常谢谢各位来听我演讲。大家先放轻松，先看一下我在纽西兰所录影的资料带，好吗？好。来，我有。各位师兄师姐，感恩。还是讲，你当时咧做老师，佮开一个会计事务所，安尼要哪无闲起来？哦，其实兼顾两份工作真的很累啊。各位应该没有办法想象，一个补习老师能有多忙。我在这边跟各位报告一下。我每天早上从8点工作到晚上10点，一天要教17堂的课，一个礼拜要教108堂的课。那呢，你哪会想讲要去纽西兰哈？哦，这个啊，都要谢谢我们家师姐啦。是我把她关出去的啦。感恩啊，师姐。来，来来来。
来，我们大家这边拍张照哈。来，光佑过来，这么好声啦。嘿嘿，来，帮我们拍张照。没关系，我拍完了再传给大家就可以了。哦，啊，可是哦，我就不太会用电脑啦。我安尼啦，你传我查某囝好不好？啊，小薇啦，小薇，小薇，等一下跟你要电话哦。好，麻烦你啊哈。不会不会，那我再拍一张。好，再一张哦。要拍了哦！哦，好好好，来，再一摆哈。天刚来回，奖一定会真多，所以我咧想讲，咱是卖加靠几啊孙兄弟吼来支援。除了相机主义外，咱吼茶水啦，啊交通啦，哦，咱也是要准备机动组嘛，较侪人诶，我想来较保险。你们人力可以分到这么细哦、喔，人手多，果然比较好安排哈、喔。是啊。不像我们纽西兰的，一个师兄当五个用。哎、欸，叶师兄，哎、欸，你不来哦？好啊，回到台中哦，立刻报到，好好跟你们学习一下。哎、欸，来来来，师伯，请用茶。这问怎么讲？感恩哦，你叫小薇啦。哦，真水呢。很好，这么年轻就来环保站帮忙。啊，伊在伫台北咧读研究所啊，啊一放假吼，伊就等下斗三工。哦，哇，你这真乖哦。爸母教了好。你熬了啦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小薇有在这边吗？没有嘞，哎，谢谢啊。感恩叶师兄今天来跟我们分享呢。感恩，谢谢师兄师姐这么细心的安排，感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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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位师姐，感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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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，感恩感恩呢，感恩哦，感恩感恩。停车停车，我去要一下电话，因为我答应秋菊师姑要传照片给他们。哦，好好，等我一下啊。好。哎，那真的假的？如果只是为了传照片哦？你看，文斌师兄这个女儿来做媳妇，阿诺。嗯，不错哦。嗨，小薇。嗨，光佑，你们不是走了吗？不好意思哦，没有出去送你们，我必须赶在回收车来之前做好分类。没关系，我是来还你一个谢谢的。你等我一下哦。在你变丢工作啊？只是要电话而已，不是吗？哦，阿丢，爸妈，我想去帮忙做一下垃圾分类。
好，去去去。我是怕时间太长，还是你们先在里面休息一下？是哦，安尼是要偌久哈？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我还有一点事情要请教一些师兄姐。啊，你去，你去，不用管我们。好。真奇怪呢，咱光勇哦，平常时都很难得去倒垃圾，竟然要去做环保啊！谈一个垃圾恋爱，就拍听的呢。应该说是环保恋爱，很浪漫哦。谢谢你刚刚帮我，不然我自己可能没办法那么快完成。应该的。哎，坐坐坐，休息一下。其实是我爸刚好想到有事情要找你爸妈，所以我就利用这个时间来帮你做垃圾分类。谢谢你。其实我今天下午啊，要去买一些台湾的特产回澳洲。你有空陪我一起去吗？嗯，我等一下这边还有其他事情。拜托了。嗯。好吧，耶、那我看一下还有多少时间哦。嗯，你这边大概还要多长时间？大概在20分钟。好，那我就先把我爸妈送回家，然后我再来这里接你。我今天骑车哎、嗯。那要不然我先骑车回家，你再来我家接我。好啊，那我先去找我爸妈。你不是说他们有事吗？他们的事情不重要啦。等一下，你再见哦。拜拜。怎么了？忘了问你家地址。我再传简讯给你。怎么了吗？嗯，你看起来好像很紧张哎。没办法啊，我们的时间跟人家不一样，是浓缩的嘛。什么意思？我晚点再解释给你听。我先去找他们哦。好，拜拜。要记得传简讯给我哦。好。一定哦。知道啦。这光耀哦，实在是真奇怪嘞！讲好要做伙来去买乌米亚粿，啊，结果即马嘞，人嘞，行李嘛还袂款哦，毋知是咧变啥吧？嗯。来，饮茶啦。嗯。一切都没变，真好。欸，你真正就袂晓讲话呢，应该是要更好喝才对啊。人我为着你吼，偷偷去学泡茶，就是想讲要表现给你看，怎么会跟八年前一样？学过才变成这样哦。你真的很会给人家漏气呢，袂晓小鼓励一下啊。跟你开玩笑的。说真的，经过了这八年，这一切都没变，还是老样子。已经是我最大的希望了，我怎么敢奢望还有更好的？谢谢你。还好你回来了，虽然说哦，事务所那边我还可以应付得了，啊，不过一个人的生活哦，有影是真歹过呢。辛苦你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要一起打拼了。哎、好久没有吃你做的豆干了，什么时候做给我吃啊？嗯，你若是想要吃吼，随时都嘛应该做给你吃。回家真好。嗯。你买这么多东西，
要注意保存期限。这个都是送同事朋友的。哦，那就好。到了吗？嗯，有一点。你想吃什么？我请你。这句话应该是我跟你说才对，是由我来请。嗯、我知道这边有一家餐厅还不错，走，我带你去吃。那我们各付各的。这个是男生的事，你怎么跟我争呢？嗯。哎，我们怎么好像有点争执了？好吧，由你决定。其实这样也蛮好的啦，我听人家说吵架可以都互相了解嘛。哎，那你有没有听说吵架也会破坏彼此的感情啊？婚姻这件事情，我希望可以自己来。哦，婚姻大事怎么可以让他自己来？他这样一拖，又不知道要拖到哪一年去了。是不是我误会什么了？你该不会是在……我刚刚好在告白了。什么？你们在干嘛？戏弄我们了？其实我们之间根本就没什么。小薇。你去帮我打听一下现在台湾最新的考试制度。你想要帮儿子下功夫哈？嗯，好，这个好，我支持你。后摆哦，文会给你，阿母会教我来。好，我们就来做一个文武亲家。文武亲家。我一路飘向海角，我一路流向天边。生命的际遇如此多变，或许一切只能随缘。就像一朵随风飘逝的浮云，瞬息万变，片刻不停。又好像一曲诗歌的共鸣，又是高亢，又是低吟。